我是说，他们搬给我们这么好的房子，你是不是也觉得太好了？是不是觉得太超出标准了？这种房子绝对不能住，对不对啊？哎，你好。老马，什么时候过来？这是误导乔主任，你得让乔主任自己说呀。嘿，什么叫误导啊？这是最基本的基础。我跟你们讲，为什么这个房子不能住？啊，我们来管理这个城市，啊，吃的住的都跟国民党老爷太太一样，那老百姓怎么看我们啊？是不是觉得我们跟那个以前的官僚们是一个样一个德行？老板啊，我觉得吧，你把这个问题太绝对化。我们吃的和他们一样，住的呢也和他们一样，但并不代表着我们管理这个城市的结果也和他们一样。毕竟啊，我们的执政基础和他们完全不同。我们执政的基础本来就跟他们不一样，如果我们都住上这样的好房子，吃的跟他们一样，我觉得以后的基础也差不多都一样了。你知道刚才他们怎么说吗？说如果我要住得太差，就会给咱们共产党的干部丢脸。呸！这什么狗屁逻辑！我倒是要看看这吃不好住不好，是不是就不能当好这个城市的父母官，让那些老百姓们看看，吃的住的跟他们一样的这个共产党的干部，能不能带着这个老百姓们一起把这个全新的城市建设好，能还是不能？阿良，你哥什么事儿都糊里糊涂的，不过这一回他句句说的在理。娘，阿山说的没错。嗯，老马，我同意你的观点。我看这样，这个两个大房子呢，我们都不住。老王，帮我们找两间普通点的房子，啊，够用就行。哎，乔亮，不是，你这你领会错了，不仅仅是咱俩不住，这个王相进、秦长庚以及军管会所有的干部们都不能住。已经住进去的赶紧出来，逼迫别人搬出自己房子的，那叫侵占别人的财产，立马还回去。属军管会所有的，腾出两间宽敞的、明亮的房子做教室，让这些受苦的孩子们免费学习。其他的呢，都卖掉，来充实财政，实实在在的为老百姓做点实事。哎，我说老马，我们两个人不住大房子也就算了，你说先进同志吧，他跟我们不一样，毕竟人家原来的生活就挺好的，你说非跟我们一样从家里搬出来，住到一个小房子里去受苦，没必要吧？是吧？嘿。这话怎么说的呀？啊，住进小房子就叫受苦？我跟你讲啊，阿良，只要是在军管会工作的，那都是为百姓服务，就得吃苦在前，享受在后，一视同仁。你这就是专横不讲理了。我告诉你，你这是剥夺干部们啊个人的自由啊！我宁肯独断专行，剥夺这些干部的自由，也不让那些百姓们在背后指着我们的脊梁骨骂。马主任，乔主任，我王先进的觉悟低。我完全赞成马主任的决策。好好，我明天就从资产阶级那个家里面搬出来，搬到劳苦大众那儿。明天就搬，明天就搬。好啊，好。不说了，老王，这样，你跟我和马主任呢，找两间普通的房子。还是那句话，大小无所谓，只要干净就行。如果快的话呢，咱们明天就搬过去啊。好。哦，对了，外面呢还有一辆汽车，是组织上分给你和我的，我们两个人一人一辆。汽车？我的话还没说完呢。如果呢，连这个汽车你也不想用，还非要骑着一个驴子，满大街的转悠，那你随便，我不拦着你。但是我有言在先啊，这个汽车，我肯定是要留下的，因为这个汽车啊，比马还有驴子更适合这个城市。老马，刚才你说的这些话呀，我觉得特别好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时刻的谨记，不要再走国民党反动派、贪污腐化的老路了。今天的这些话啊，军管会的所有的党员干部都要给我时刻铭记了。但是老马，你也知道，这是个新的城市，需要新的面貌，我们要不断的摸索，争论不怕，但是绝对不能呢，停滞不前。我的话说完了，我回去准备准备，明天咱们就搬家。
王八蛋！何队长，你小心点，这儿可没那么安全。老何，你回来了？怎么了？跟那个秦霄的见面不顺利？何止不顺利，他除了给了我一个老猫的代号，其他连个屁都没有。除了代号，再什么都没有了？没有了。没有支持，没有资金，没有铁手和李健的消息，更没有我们最想要的绝密名单和炸弹分布图。妈的，上面都是一些什么人在掌权？还让不让我们这群在刀尖上舔血的人活下去了？依我看，是共军发展太快，像临江这样的城市一座接一座没有了。少通要面对的光复任务越来越多，他们已经应接不暇了。我们这些人的生死成败，他们看的根本没有我们那么重。小林，你那儿怎么样？找到没有？所有人都派出去了，可是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没有文件，铁手跟李健也像蒸发了似的，什么线索都没有。他们要是诚心躲着，就算我们把临江翻过来，也是找不到的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没有人，没有支持，我们还要继续留下来，还是干脆就此撤退了事？不能撤，我们才刚开始，我不甘心就这么放弃。可上头已经放弃我们了。上头怎么想我不知道，可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到绝路。还没到绝路？没有名单，开展工作的人从哪里来？我们可以自己把人找出来。自己找人？你真打算靠我们这二十几个老弱残兵去各处发展啊？不，现在发展肯定来不及。我们可以主动呼叫临江的潜在特务，让他们自动苏醒。可这样做共产党也会知道的。秘密呼叫共党也会知道，只要我们保证接头方式的秘密，共党一样拿我们没有办法。这么做有鱼死网破的架势，太危险了吧？再不鱼死网破，决一死战，我们就真的没有机会了。老婆，下命令吧。好。他娘的，这都是那帮政客逼的。我们最后一搏，主动呼叫。马主任，马主任。这是美国的刀琴，啊！多好的车呀！这房子不要也就罢了，可这么好的车，你要是不要，你怎么管理这城市啊？老马，你就别犹豫了，你赶紧让我学车，让我这开着你到处跑。马主任，马主任，我会开车。美国车怎么了？美国车什么了不起啊？我就不信这个邪。啊，自己的事自己定，甭看我，反正我怎么着都行。马主任，不用看不用看，这个好是好，但如果我要了这个车，那不是跟那些资本家一样了？哎，老马，你怎么还没听明白刚才乔主任说的话呢？你有原则，更要有进步。原则不能丢，进步不能停，你得丢掉之前那些老观念，这样这个城市才能进步，是吧？娘，你也甭问我，这么大城市你都管着，这么点小事儿自己拿主意。就是，你这臭毛驴！哟，你过来。这个家伙太不给我长脸了啊！我还是喜欢我这头小毛驴。老马，你看看，这幸亏是在院子里，这要是在城里马路上，跟你来这么几下，你觉得合适吗？就是啊。我跟那个老秦还有先进都商量过了，想在咱们那个军管会的干部系统里面，办一个进城干部，扫盲班。嗯，我和老秦亲自代课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事啊，
我是这样想的，第一批学生呢，咱们可以小课单独上。这个事儿具体你跟老秦商量，我知道就行了啊。不是啊，我这说什么你没听明白吗？说啥呀？哎呀，算了算了，娘嫂子，你们跟他说吧。说什么啊？娘，您也……我听明白了，你呀是说让你哥去上课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太对了，嫂子，看来啊还是你了解他。我为什么让他上那个小班啊？不就觉得他是军管会的主任吗？他去上了，对吧？面子好过一点。呸！我才不去呢！我告诉你，在我们现代队，我是最有文化的，我起码相当于国小毕业水平，是不是，婆娘？吹牛吧你！就你还国小水平呢？你那点字儿还是我教你的呢，要不然你现在大字不识。是，我是比你差一点，但也算是有文化的人吧。参加扫毛班，笑话！你说你是国小水平毕业的，那怎么有那么多字儿都不认识啊？哪那么多呀？不就俩字儿吗？俩字儿，总共五个字儿，五个字儿里头有俩字儿不认识。是，我学的是有点偏啊，但是那个关于打仗的字儿我全认识。哦，而且读这个战术报告，还有这往来的这个文件，这我全都看得懂，我差不多都能弄明白什么意思，这不就够了？不够，基本上都弄明白了。哎，阿山，原来你在县大队的时候，认识字儿少也就算了，但现在你不一样了，你现在是军管会的主任，那可是城市的主心骨啊，代表的是这个城市的形象。如果再认错了字儿，那丢的可不就是自己的人了。我告诉你，你别急，我还没说完呢。所以说，这个班你必须要上。谁跟你说丢人了啊？我一次不认识，两次，两次不认识，我多次见不就认识了吗？再说了，我现在事情多着呢，哪有时间去上课呀？不上不行啊。乔梁，咱别整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行不行？这特务都抓不过来呢，上课有啥用？我还这么跟你说，你不上课，特务你也抓不好，这个城市建设发展你都跟不上，你信不信？你啥时候变这么絮叨了？说不去就不去。哎呦，别急赤白脸的，坐下。马鞍山嘛，马鞍山，咱俩是兄弟，对不对？我不能看着我的兄弟做了军管会的主任，因为认错了字儿，让别人笑话。我觉得吧，阿山不去上课也可以。哎，娘，您怎么也这么说呀？他那么大个人了，你让他现在去上课也是有点不像个样子。哎，阿良，要不你在家教他得了，你什么都懂，教的一定比别人都强。我不用他教，人家水平那么高，我教不了。嘿，你们这俩熊孩子，这会儿倒意见一致了。这样，哎，婆娘。这两天呀，赶紧让你嫂子给你安排一个正经媳妇相相亲，你要着急抱孙子呢。不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这正说上学的事呢，你说你怎么又扯到我身上来了？谁扯了？你结婚的事是大事儿，娘，您说是不是？哎，行了，娘，我的事儿呢，咱们再议。咱们现在说一说这个阿山上学的事儿，好不好？不行，结婚事儿更大。婆娘，你跟你说一下，啥时候见面？我这儿。这是好姑娘一大把呢，什么时候见面都行啊，你定。切，我的事儿用不着你操心，我还叫你操心？老大不小的人了，能不操心吗？要我说，你们俩根本就不用争，一个婚事，一个学习，都是大事儿，都得抓紧办了。阿良负责阿山的学习，阿山负责阿良的婚事，你们兄弟俩互帮互助，一起进步，多好！你们俩听见没？娘可发话了啊！从今天开始，该相亲的相亲，该上课的上课啊，都不允许耽误了，是不是娘？Thank you.
么破地方，连烟都出不去。现在这个时期有这么个地方，已经不错了。哎，消息发出去几天了，一点回应都没有呢。报道的人没有，街上的便衣和巡警倒是多了不少。这么多潜伏人员，不可能一个都不出现。我怀疑铁手在我们发布通告之前，就已经把他们唤醒了。如果真是这样，你打算怎么办？这个联络点不变，保留一周时间，继续找铁手。如果人真的在他手里，我们就去夺回来。小林，我怎么感觉有点看不透你了？什么意思？我们现在已经身处绝境，可你却一直不放弃。你一定要找到潜伏的那些人，一定要找到铁手，一定要找到炸弹分布图。你这么做是为了你自己呢？还是为了别人？老何，这种窝里斗的游戏你还要玩多久？火山不除，这种游戏就得一直玩下去。我十几岁的时候，家里突遭变故，成了孤儿。是我师父救了我。你师父？哦，当年军统临江情报处的刘副处长。没错，师父不止救了我，还教给我谋生的本领。最后师父被共产党所杀，从那个时候我就立志报效党国，终生与共党为敌。这就是我为什么坚持要留下，坚持要找铁手，坚持要找那两份文件的原因。我理解你。就算是报刘副处长的养育之恩，你也会和共党血战到底。可是我老何没有你那么崇高的信念。三天时间，就三天。三天之内没有人跟我联络，我会主动撤离。保命要紧啊，兄弟，珍重吧。你的手不用一直捂在枪膛上，这没你的敌人。我没那意思。小梁，哎，这院收拾的差不多了啊，待会儿啊咱们去你那院好好给你收拾收拾。哎呦，哎，杨哥，娘不是说了吗，我一单身啊有个窝就行了。早在到了你这儿，你马上要生孩子了，这边的家应该好好收拾收拾。我呢就听娘的，我那边呢就不开火了，我到这边来吃饭，到这边吃饭热闹啊。那感情好啊，这以后啊你们兄弟俩在一块儿每天的啊喝酒斗嘴，这咱们家多热闹啊，是不是娘？嘿，什么叫斗嘴啊，这婆娘什么话到她嘴里啊全是火星子味儿。滚，什么火星子啊。哎，这喝酒斗嘴是亲兄弟才能干出来的事儿，真是夸你听不出来。哎，听见没有啊，说你呢。笨死你得了。饭以后都在这边吃，可规矩你们都给我记住。哟，娘还有规矩呢。我不管你们在外头是多大的干部，回到咱们这个家，你们俩就是我儿子，就是亲兄弟。在外边闹再大的矛盾也不许带回家里来说来闹，懂吗？哎，您放心，娘，我跟阿良还能有什么矛盾？不可能。现在没有，这官当着当着，兴许就有了。哎，阿山，咱就立一个规矩，以后在家里啊，工作事儿免谈啊。娘，您放心，这家里啊，这就是吃饭喝酒孝敬您老人家的地方啊。您擦擦手。娘，就算有一天啊，就算有一天我跟阿良在外面这打得头破血流，但回到家还是好兄弟。谁让你们打得头破血流了？我不说一旦吗？半旦也不行，满身，我告诉你，
你要是敢把你弟弟打得头破血流的，我不管啥原因，我就敢豁出老命去给你个王八犊子开了瓢，你信不信？哎，娘，就我是那亲生的，还他那亲生的？娘，甭跟他置气，咱进屋喝点水去。啊，你是他亲生的，精神头，给这小子好好开瓢。看吧，您北的。哎，啊，那小赵来不来啊？来呀，说好了的，这不是吃晚饭的时候准到。马主任，老秦，来来来来来，这位是啊，这是我妻子，叫刘芳。哟，老秦来了。哎，乔主任，一直啊在基层工作，今天来领导家认识认识。马主任好，乔主任好。你好，你好。这位就是马太太吧？呀，这什么马太太？我婆娘。对，我是她婆娘。哎，你看人家秦家嫂子啊，一看就是城里人。长多白净，多细致啊！看马太太说的，我就是临江人。这是我们家晒的咸鱼，拿过来给大家尝尝鲜。好，那我就不客气了啊。老秦，保密工作做得不错呀，现在才介绍。哦，对了，你来的正好，我们家呀今天刚收拾完。你城里人见识多，来帮我参谋参谋啊。哎，你坐你坐啊。好。我们今天刚入住的这个家啊。这样，晚上啊，跟你媳妇儿一块在这儿吃饭。今天不行。得帮王先进啊找房子，嗯，有一家已经谈好了，去确定一下。他也搬？搬，他呀还挺激动，说啊可以脱离资产阶级生活，和我们一起同甘共苦，这样啊可以更先进啊。真是难为他了，像咱们以前什么都没有，人家以前可是有房子的，住这样的房子这得是觉悟。哎，我跟你不一样啊，我是家里曾经有过，现在住上这样的房子，那叫真正的觉悟。呸！毕竟新社会了，老王思想也在一点点改变啊。老秦，技术科的同志怎么看？那个寻人启事有问题吗？啊，有问题，已经溢出来了，是特务组织的一次公开情报发布。寻人启事，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是这样，马主任，一个上午啊。本市几家销量好的报纸都有这则寻人启事，乔主任和我都觉得奇怪，一个简单的寻人启事为何如此兴师动众啊？乔主任发现问题后啊，就派我找技术组的同志试着破译，还不错，没到一个星期啊就译出来，密码并不难，是他们的一套最基础的公共密码编程的。公共密码？那具体是什么意思啊？说保密局系统遭受重创，请所有秘密级别潜伏人员苏醒。老猫，老猫，老猫又是谁？现在还不清楚，可能是他们新站长的名字吧。哼，公共密码啊，公开暴露自己的身份。他们这个新站长老猫，不是有病了，我看就是丧心病狂了吧。我们分析啊，可能敌人已经穷途末路，他们要放手做最后一搏了。搏什么搏？憋不住了，出来透口气，这是好事啊！啊，特务们全都行动起来，到时候咱们一锅端。没错，好事。老秦，嗯，加派人手，尽快的找出这个站长老毛的具体位置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可以一鼓作气，把这些刚刚苏醒的特务一网打尽。好，我抓紧落实。最后一搏了，加把力量。
娘。嗯。阿山，今儿呢，我请了一个客人来，没提前跟你们打招呼，先斩后奏了。你也请了一个客人，谁呀？什么意思？你们也请客人了？来喽，来了来了，来了来来来来来，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小赵，赵秀秀啊，是我们妇女大队的卫生员，从小呢读过私塾，啊，认识字儿，在我们大队啊，除了我，就是我们小赵最有文化了。来，给大家打个招呼。首长好，我叫赵秀秀，今年19岁。妇女大队卫生员，读过书，现在在市立医院当护士，至今未婚。来，坐坐坐，坐这坐吧。阿良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为什么不提前跟我商量一下，打个招呼啊？要说了不就没这种效果吗？狗屁！请问这是马主任家吗？对，在这儿，找对了，没错。燕子，没错，就是这儿，找对了。马大哥，嫂子，小姐。小姐，开门！我不是坏人。小姐，君爷，你就放过我吧。我不是何一堂的人，我就是暂住这儿的一个可怜女人。小姐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来抓你的。我看你刚才被窗帘砸到了，你没受伤吧？没事儿，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啊？见过，我们见过，我们见过好多次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那天何一堂出事儿，多亏你救了我。你是知道我躲在衣柜里的，对吗？对，我知道。那你为什么要救我呀？我。大兵哥哥，不管怎么说，你都是我的救命恩人，进来坐坐吧。不用了，我就不进去了，下次吧。哎，我叫李瑶，你呢？我叫小三儿，顾小三儿。顾小三儿，这叫什么名字啊？我从小家里人就死光了，大名儿不记得，就只记得这个姓儿。就随便起了个名字叫顾小三儿，翘着翘着就改不回去了。啊，是这样的啊。那我先走了啊。哎，小三哥，我能不能继续住在这里啊？我实在是没有地方可以去了。当然可以了，你可以一直住这儿，没事的。要是有人欺负你啊，你就去军管会找顾小三儿。真的吗？找你就可以，当然了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个城里面最大的官也得怕我三分，何况别人呢？哎呀，那真的是太谢谢你了，小三哥。没事儿，小三哥，以后你要是有空就到我这儿来坐一坐，我烧菜的手艺还是可以的。嗯，我烧几个小菜，给你下酒喝。我一定来，一定来。那我先走了。嗯，我你进去吧。当大夫其实是我从小的梦想吧。所以我在上海念书的时候选择的就是医疗专科学校，可我真是到了学校我才知道，我根本做不了大夫。怎么回事？晕血。啊？晕血呀？嗯，而且啊，还是晕血症里边最严重的一种。那你晕血也能做护士？当不了啊。马大哥，
你知道吗？我们班上课的时候是要上实习课的，有好几次我们班的同学刚刚站在手术台边上，拿上那个抢救的工具，我呜的一下就晕过去了。于是大伙儿就手忙脚乱的开始抢救我。几次下来呀，我的晕血症没有治好，我们班的同学倒成了抢救方面的专家了。哎，后来呢？你克服了是吗？你说这些天我在医院里看你这个救护伤员什么的，没发现你有这个晕血的毛病啊？我这个人呢比较拧，我只要认定的事情，我是轻易不会改变的。当护士是我自己从小的梦想，其实还是乔梁帮了我。乔梁，这看病的事你也懂啊？他哪儿懂啊？但是乔梁，他为了我，肯对自个儿下手。对自己下手，阿良，你干什么了？就是把自己打伤了，让他去练手。哇，真行！其实，乔梁的想法很简单，他觉得我们是相爱的，我们两个人有感情。要是他有性命的危险，我有再大的心理障碍，我都会去克服的。嗯，那就是说，你们俩用这个苦肉计就把你这晕血的毛病给治了。其实也不是，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有心理障碍，可那时候我脑子里头就只有一个想法，醒着醒着必须醒着，一定要把乔梁给抢救过来。乔梁，谢谢你啊。两位首长，我吃饱了，我先走了。嗯，行，走吧。啊，哦，哎哎，秀啊，哎，给我送送你来。哎，小梁，来，你出来，我有话跟你说啊。我去一趟。那夜莺牺牲提倡，所有的花儿都入梦，只有那夜来香吐露着芬芳，夜来香。我明确告诉你啊，燕雅楠做我的弟妹，我不同意。那你同意谁啊？刚才那姑娘，你看看人家，干红苗正，朴素大方，非常理想的革命伴侣。我是个大活人啊，马鞍山，我有恋爱，还有婚姻的自由，对吧？你是有自由，但你别忘了，你也是我马鞍山的兄弟，是兄弟就不能不管。那个叶雅楠，你一看就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小姐的胚子，跟她在一起，早晚把你带沟里去。带沟里？带哪条沟里去啊？我哪知道哪个沟里啊？刚才你说什么？为了治她的那个什么病，差点把自己的命都放进去啊！等哪天这个大小姐脾气来了，让那个国民党再打回来，怎么着？你要帮她实现这个理想啊？都什么乱七八糟的逻辑，两码事好不好？管他娘的什么逻辑呢？反正就是不同意。好吧。听你这语气啊，这件事儿你是要管定了是吧？管，一管到底。行，那你就管吧。好啊，那我赶紧告诉娘去。等会儿，管不管呢是你的事儿，听不听呢那是我的事儿。我就这么明确的告诉你吧，叶雅楠我娶定了。哎，你这臭小子，你耍我呢你。叶小姐，这粗茶淡饭的还吃得惯吗？吃得惯，马老太太，我挺喜欢吃的。其实我不像你想象的是那种有钱人家的资本家的娇小姐。你说我们家的老妈子跟我就是好朋友，我从不把别人当下等人看的。叶小姐，不怕你笑话，我这个老太太以前就是给有钱人家当老妈子的，马鞍山就是给有钱人家做下人的。不只是我们，西进城的队伍里边大部分人都是你嘴里的那种下等人。不是马老太太，我不是那意思。叶小姐，我是那个意思，你和阿良两个不合适。我知道你们有十几年的感情了，可那毕竟已经过去了，对不对？现在阿良是队伍上的人，还是领导，他也没有了家业，
他得找个门当户对的姑娘成亲才行。我这么说，你懂了吗？叶小姐，阿良是要进步的，他要跟你在一起就毁了。你要是真喜欢阿良，就成全他，别再跟他在一起了，好吗？私事说了半天了，聊聊正事吧。老马，临江城可快没粮了。没粮了？不可能啊，我们储备很多粮食啊。是啊，但是你仔细想想，我们储备的粮食其实不算多呀。现在前线在打仗，军粮呢一天到晚的在往前线运送。临江城没有粮食，这是绝密消息，绝对不能让别人知道了。那除了市里的储备，临江城就没别的粮食了？有啊，当然有啊，但是在资本家手里。在资本家的手里？乔良，你是在担心万一这些人有变化，临江城可能会出大乱子？你说的没错，我确实担心呐，担心资本家手中粮食的动向，因为他们立场不稳定，如果被特务组织利用的话，一定会造成人为的粮荒危机，后果那是不堪设想。这事儿简单，从明天开始，去查这些资本家手里的粮食到底有多少，调查完之后，把这些资本家都给控制起来，春季到收获之前，谁也不能单独行动。控制起来？凭什么呀？就凭这些资本家手里有我们要的粮食？是啊。那我们成什么了？那不成国民党了吗？对不对？强取豪夺，那不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作风啊！我觉得呀，老马，这样对待这些资本家呢，还是以鼓励教育为主。我们不妨呢，跟他们多交流，培养培养感情，要让他们了解我们党的政策还有方向，让他们懂得平价卖粮那才是正道。那怎么跟他们交流这个感情啊？抛石头问路吧，一步一步来。我觉得第一步啊，我们不妨啊，先跟这些资本家搞一个联谊舞会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开舞会？那我不去，你去。那不行，所有的党员干部都要参加，这是工作。一个大老爷们在扭来扭去，你不臊得慌，我臊得慌，我不去。这封建思想，这可是政治任务啊。还生老马的气呢？这老马真是连个招呼也不打就拉一个小女兵跟我相亲来了。都过去了啊，别往心里去。乔良，你干娘说她不喜欢我做你的媳妇儿。怎么可能呢？她没跟我说过呀。她说了，你们出门的时候她亲口跟我说的，她说我们俩不合适。这唱的算哪一出啊？老马不同意，我娘也反对，那这么说我一个堂堂的男子汉，这恋爱的自由也没有了？我就不信了。哎，你别去问他啊，他刚才偷偷的跟我说让我离开你，你要去问他，他又该说我挑事儿了。那你说怎么办呢？我哪知道怎么办呀，我知道怎么办，我还问你？谁让我爱上的是一个资本家的女儿呢？我估计啊，他们是对你的出身有顾虑。要不这样吧，我找个时间跟你爸好好聊聊，争取呢让你爸跟政府合作，成为资本家的红色代表。那这样一来，我想他们对你的态度肯定会有所转变。我们俩结婚，他们的态度比你的态度重要吗？不是啊，老马不同意就算了，还有我娘。再说了，我想我那些军管会的同事们也会有这种想法的。既然这样的话，我们何必要一意孤行呢？
真情怀染成了满天飘落的尘埃，是谁在无尽的徘徊，迷失了再也回不来，怀念京城的英雄风采，激情伴随信念的年代，回忆泯灭在茫茫沧海，灵魂留下来，这是终成永在。